功夫廣場勁，功夫廣場勁，功夫廣場勁，功夫廣場追潮，功夫廣場正式啟播，功夫廣場正式啟播。今次是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咧，係第一次同博愛醫院做首屆嘅博愛武林大會。咁而博愛咧本身咧每年咧有50多个項目，咁啊邀請我哋咧就為佢哋做翻一次。因此咧，我哋就為咗博愛咁純情嘅、咁有意義嘅活動，所以我哋就冇得推，所以一定要同佢合作成功。咁由於今次咧，我哋組織上咧就 book 個檔期咧，就唔係喺禮拜六、禮拜日，係喺禮拜四。但係我仍然得到我哋嗰啲本會嘅啲國術界，包括空手道教練工會等等，咁咧就支持我哋做呢、這個武林大會。咁我哋總共有成30多隊，咁都相當熱鬧下。綜合太極拳，生而太極八卦武術會，夕陽美東。博愛醫院近年積極向社區推行運動文化，除咗博愛武林大會，仲有2個大型嘅康體活動，就是、希望公眾人士宣揚健康及環保嘅生活模式。咁就係我哋大家會睇到傳統嘅功夫嘅法門咧，就並非有花巧嘅招式嘅，下下都有功夫意識嘅。咁啊，車輪拳、出咗好多法門啊，攤手啊、拱手啊等等啊，直線中路啊、偏身啊。咁啊，大家睇到佢嗰、那個，其實咧打木雲裝咧就睇見嗰個空房嘅，其中一個方式。首先咧，得到佢本身嘅平衡咧，用佢嘅北斜林嘅弓架，又喺嗰個刀嘅刀鋒嗰度，咁啊以走步形式咧，就演練出咗到梅花雙刀。咁我哋中國人咧出咗名咧，又係精靈醒目噶。咁佢係創造咗呢一類咁嘅重型武器嘅。因為重型武器咧，就唔係話個個都玩得到好睇，因為佢有咁嘅身形嘅，然後先至可以啊體發到佢嗰個差嗰、那個嗰、那個神韻出嚟。咁我哋有啊，佢哋真係有假想型，因為點解咧？你打嗰時就唔係望個地下嘅，望個把遮嗰、那個嗰、那個攻擊點啊。咁啊，即係唔係表現係有用嘅呢、這個？譬如人多埋嚟嗰陣時咧，就發揮到作用㗎啦。揸嗱呢啲咁嘅臂力咧，亦都係唔係簡單嘅單手揸托嗱呢個趴揸，係好可以金牌啊！喺鄭州啊！咁佢好着重嗰個表演咧，嗱，我就講中國傳統功夫咧，尤其是玩兵器咧，有個特別嘅重點咧，就係、是、話你一定有焦點先得，即係話焦點嘅意思，即係話你有個假想敵，就唔係咧求其揈幾下咁樣就算。係話短打逼步為主嘅，嗱有聲啊，大家配音啊可以，嗱我哋啲執位咧幫手配音啊。手法是很密的，是北斜林龍獅場國術總會的常會。
呢個會係以顧惜太極拳為主題，集個人身心健康同埋社區和諧為目的。Fuck.